这只小海豹被饲养员抱起来，这是他第一次尝试下水。小海豹看到水面上波光粼粼，心里估计也很好奇，瞪得大大的眼睛，抬头眼巴巴地看着饲养员。但是当他碰到水后，却发现有点凉凉，冻脚脚。小海豹感到非常紧张和害怕，手足无措地扭动身体。随着小海豹的尾巴慢慢进入水中，饲养员拖着他脑袋的手慢慢放低后，小海豹发现自己原来是会游泳的，于是摆动着小尾巴欢快游了起来，还顽皮地钻过饲养员的裤裆玩起了捉迷藏。当海豹玩累了后，他们就会闭合鼻孔，像一条咸鱼一样慢慢躺平，缓缓地沉入水底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圆滚滚的身体还会随着水的流动而飘来飘去，看起来十分逗趣。海豹的身体能够自动调节氧气的消耗，让它们可以在水里停留更长的时间。不过海豹跟我们人类一样是用肺呼吸的，所以它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浮出水面呼吸新鲜空气。